哇，今天是早上10点钟左右啊，哇，好多人呢，这扣搓，他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，啊，够够排队。哇，果然现在他说是一部分人进，一部分人就是在外面等着的那种，我在外面等着。哎，其实啊，多不多人？但其实没多少车停车场，但就是说那个他限制人流了，现在给进去慢慢逛完，人超少，够不过瘾。这 Costco 没什么人，门口都是排队的，所以进来人就少。但是说现在这个hand sanitizer 啊，还有那个卷纸啊，现在全都卖完了。我就过来买点蔬菜，完了买点水果什么的啊。行了，先这样喽。但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戴口罩，我觉得他们是没有。哦，我还戴了手套。哎，我差不多进来也就半小时吧，现在那个纸啊就全卖完了。我看很多人都去买纸，然后就没有了。现在看呢，基本上人手啊就一个纸，然后有些人呢买两三个不同的纸啊，太邪乎了呗。